OK， 现在来为各位测试一下这个陀螺的之前那个图示，我们认为是图示的 bug， 到底官方有没有把它改掉、啊？如果官方改掉，百姓曾经说过哦，要捐1000块给公益团体哦。虽然说我好像已经知道结果了，不过没有差。不知道的观众还可以继续投票。各位如果认为官方会把它改掉的，就是陀螺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它不是图示 bug， 是一开始设计就错误的，请按一。哦，第二个是图示的 bug， 请按二。哦，第一个是一开始设计就错误的 bug， 请按一。第二个是图示的 bug， 请按二。第一个我就是要捐钱的啦，来了，注意看好了，我先开个这个好了，再开这个，因为我够多只，所以我可以走记忆看。目前看起来是一个图示啊，各位看好了，一个图示，我林老师哎、欸，太好了，我要做公益的啊，啊 ，MH 干得好呢啊，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的旁边还有个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我是平民百姓。欧啦欧啦欧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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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